大家好，我是燕君，来自台湾，目前服务于医疗体系。近年全球面临疫情肆虐，造成经济衰退，许多人因此而失业。俄乌战争使得人心惶惶不安，人类过度消耗地球资源，危害生态，导致天灾人祸不断。在这生存动荡不安的环境，我要为全球助祷。我祈愿疫情早日远离，社会经济繁荣再现。我祈愿全世界各国领袖皆能良心觉醒，带领人民关心自然及人类福祉，世界不再有战争。我为宇宙所注入的这一股正能量，能够带领地球永续发展。大家好，我是胡秀成。我现在在船厂的产业当维修人员。那现在天灾人祸不断，那疫情也没有消停的迹象，那甚至是还有很多地方都有饥荒，甚至是战乱，那也会让人心更加浮躁。那在这个纷乱的环境下，我们更要秉持良心做对的事。我的师父太极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有说过，人人有良心，天下皆太平，人人有快乐，家家皆幸福。而古人也说过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那我们要更要从自身做起，将善的种子发散到我们身旁的人事物，也祈愿世界能够早日恢复和平，疫情早日结束，然后四方都能够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也祈愿世界各国的领袖能够发挥自己的良心，将良善之力传达到世界各地。大家好，我是许荣新，我住在台湾，已经退休，祈愿人人有良心，世界充满爱与和平，没有战争，祈愿全球节能减碳运动成功，地球暖化变迟缓，极端气候变化减少，年年丰收。地球暖化带来很严重的问题，像北极的冰原溶解，北极熊失去栖息地，将来可能造成物种灭绝，地球只有一个，所以非常严重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富雅，我的职业是理发师。看到大战争，心里有恐惧感又不安。人类无辜，好可怜，无家可归。祈愿疫情、战争都停止，希望重建家园，祈福全球。爱和平，
传递、散发良心善念，愿世人平安，用良心造福人间，那世界越来越好。Cheers.